看车啦。没用就立啦。对，咱们看车啦。起来了。一名红衣外套男子竟然躺在两台机车中间，本来民众准备要牵车，没想到却看见男子大辣辣就这么躺在地上，让骑士根本无法牵车。骑士都变一面倒啦，会紧张哦。你们叫救护车。哎呦。红衣男子整个人瘫软无力，倒在地板，还需要朋友一脚在后面顶着才能勉强坐起来。不过男子有人疑似也是喝醉了，同样坐在人行道上，说要陪他，还说看了整晚的风景。九点半，好啊，够十几点钟啊？我陪啊，在看风景。啊，恁做伙去啉的哦？去啉伊的，我啉我的啊，那做伙。原来这名男子昨晚和友人一起，就是到基隆庙口附近喝酒，结果男子喝了三瓶啤酒，两个人都不胜酒力。从晚间九点左右，本来男子和友人准备要搭车回家，没想到还没上车，整个人就重心不稳，直接醉倒在地，一路从晚间九点到早上九点多，整整躺了十二个钟头。咱们看车了，没用就立了。对，咱们看车了，起来了。没想到男子不胜酒力，躺在两辆机车中间，躺了整整十二个多钟头，好友竟然也跟着陪了十二个小时，这另类的义气也引发讨论。男子夸张行径也让路人看傻了眼。记者朱丁荣、洪聪祥，基隆采访报道。